嗨，各位网友大家好。我这个发型已经剪好了哈，有没有年轻？很年轻嘛哈。所以这边目前来讲，以200块来讲，是各位网友哈，大家都可以来的地方。那它是靠近那个麦当劳那一条巷子走进来，就中医庙对面麦当劳这一条巷子走进来，这叫做叫做什么？我看一下哈。叫做佳木师，佳木秀，好，佳木秀哈，他有7天满意期哦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在7天之内，你觉得你的发型你觉得不满意，没关系，你就走回来哈，请设计师再帮你修一修，改一改哈，让你达到满意，这就是这一家店的特别哦，这个特别一般店是做不到的。所以各位年轻朋友哈，网友来吧，品尝一下200块哈。这边装潢不比台北市大安区信义区的装潢哦，你看格调蛮高的哈，换的音乐也是有水准，蛮新的新潮。在以我们这种年轻，你们哪不是我们呢、你们年轻这一辈的来的话，不错，可以。Peter 推荐。泸州区好的华朗，就是这一家啊。好，谢谢各位。下一次我再找到好的名店，我再告诉你。